五仔转手即赚3000，人仔过万仲癫啊！上回讲到全城齐抢 iPhone 5，嗱，啲机放得就放，卖得就卖，好赚啊嘛！16G 嘅 iPhone 5原价5588，收机价最高去到8700，转个手就赚3000大元啦！唔怪之得先达，寻日有咁多人嚟放机咯。炒 iPhone 出晒名嘅江哥话，起码仲有成个月炒啊！都算唔睇好啊，个手感又好，机型又 OK 咁，我觉得咁耐啲苹果迷等咗咁耐，应该都冇问题。何止冇问题啊，直头供不应求添啦！你睇阿叔喺先达逐间收，拖住成车货，就知几可耻啊！一个人起码攞一两百部唔系问题噶，几百部一个人嘅需求喎，你10个人一个人就几百部嘅话，嗰度好襟计噶，已经好多。咁豪气系得强国咁大嘅 market 先食到咁多货嘅啫，啲水货客劲快手啊！晏昼喺深圳嘅华强北路已经有得卖啦，等我哋带大家直击啦。我想问下，系咪 iPhone 快？你要买定咩啊？我得买，几钱啊？8500系人仔啊，兑翻咪成10000港纸，食水深到咧。至于个回收价，16G 收7000人仔，32同64G 就因为唔太受欢迎，所以只系多少少收7250同7550人仔。职员仲吓我哋话，今日唔放，听日多翻货会收少两嚿啊。